实行好像是高中，实回向好像是大学，这个大学啊，上面还有等觉妙觉啊，那是研究所啊，学位的名称我们现在学校通称博士、硕士、学士，佛教也有三个，最高的佛陀相当博士，菩萨相当于硕士，阿罗汉相当于学士，所以这种称号是学位的名称，人人都可以拿得到，跟一般宗教不一样，一般宗教神上帝人不可以做的，那是独一的啊。佛教的这个佛陀，人人可以做佛，只要你用功，你达到这个境界就得到了。那、啊、凭什么拿到？我们的经题上有啊，你的清净心，你就叫阿罗汉；你得平等心，你就叫菩萨；你后面得到觉，那是大觉，大彻大悟，那就成佛啊。所以佛的条件是觉了，真正觉悟了；菩萨是心平等的，阿罗汉是心清净的，都在体上啊，没有迷信的。啊，我们人人都可以做得到，啊，都能得到，啊，用什么方法？看破放下，就这方法。啊，看破了解事实真相，因为你了解了，知道一切法假的，梦幻泡影。啊，我们做梦的时候不知道是在做梦，如果晓得是在做梦，就非常慷慨大方了。啊，遇到一头老虎，好，你饿了，我送给你，我要喂你吧。啊，佛可以做得到，我也可以做到。那晓得什么？梦中啊，醒来之后痕迹都找不到，是真的。我们天天在做梦啊，晚上睡觉不等于死了，第二天早晨又活过来了。那过去这一天还能回来吗？再也不能回来了，永远不回来了。哪一天走自己不知道啊，如何让哪一天走自己知道，那这要靠佛法认真修学，这个不难，小事一桩啊。这个地方事情还有事情没做完，需要再延长几年扣回，可以真正得大自在啊。所以我劝大家学海贤老和尚，这是我们现前最好的榜样啊。你看他老人家，他修什么法门？净土法门。怎么修？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